大家好，我今天要介绍一款软体，可以制作大头照的修图软体。首先，我们要到 Google 这边 ，Google 这边开搜寻 PhotoCap 6.0 PhotoCap 6.0，然后搜寻。然后这边第一个你就点下载，繁体中文下载，对，好，下好了之后，在桌面安装好了，它在桌面它会就点它点进去，然后我们要把那个要做大头照的照片从这边进来。左上角档案载入影像，然后是这样子，随便找一个公仔，开始。然后你找到一个照片，它背景要把它弄掉，这个动作要做去背。去背的话，你要先到左边，这里有一个橡皮擦，旁边有一个三角形，点一下。魔术橡皮擦，等一下，然后你到这个照片的外围，点一下，然后这边再点一下，这边再点一下。它这边已经不见了，那没关系，我把它改成橡皮擦，按右键。它因为这个太小，你把它用大一点，大一点，它这个就恢复了，按右键它就恢复了。慢慢点，慢慢点。左键就是要去按掉，按就是去掉，按右键就是。恢复，哦，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，所以修起来应该会比较丑一点。这个要花一点时间的，我先大概它外围有没有把它弄上去。弄好了之后，你就点这个左上角这边选取把它框起来，
键按下去，有没有？然后往右下角这样拉拉拉拉，再放掉。放掉之后就写，上面有一个剪刀，这边剪裁剪剪下去。OK， 然后这个就是你弄好的大头贴。那大头贴先把它存档，把它存档，给它存 PNG 好，档名也888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做大头照，大头照上面这边也有。制作大头照的地方，点一下新的编辑，我们那个选模板它都有，就这个好了。OK， 然后再把刚刚那个大头照有没有放进去？大头照在这边，这是我的大头照，然后 OK。然后它右上角这个可以调，调角度，可以调调大小。重新做一个。这个好。两寸大头照。可以排八张。OK， 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啊。刚刚因为我这边没有修图，没有修好，所以它这边会一点一点。然后这个东西你就存在存档。这个你拿去相片馆或是超商给他洗照片，你的大头照就做好了。好，大概是这样，谢谢大家收看。